穿越浩瀚的历史长河，汇集神秘的东方文化，风行寰宇的杨氏太极拳将引领您走进强身健体，治疗疾病，延年益寿，陶冶情操的养生大典。杨氏太极拳是由河北永年人杨福奎在陈氏老家的基础上创编的。杨福奎曾在河南温县陈家沟学得架势宽大、动作无形螺旋的陈氏老家太极拳，后逐渐伤改了原有的纵跳、振足、叠判和难度高、发劲灵的钢筋动作，使整个太极拳的姿势较为简单，动作柔和易练。后又经其子杨邦后、杨建后修改，杨建后之子杨成普在祖传基础上再次修改定型，形成了如今风靡世界的架势舒展大方、动作简洁柔和、速度缓慢均匀、动中有静、柔中寓刚、以意引气、以气运身、内外相合、身心兼修、老少皆宜的杨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融汇阴阳八卦、五行学说哲理，博采各家武术精华，动作适应人体生理特点，其动静虚实的变化，内柔外刚之嚣张，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律相吻合，是体育运动中最适于健身、具有科学原理的优秀拳统之一。它既具有强身去病之效，又是自卫积极之术，不仅第六式经百余年而不衰，而且随着现代科学的不断发展，日益呈现风行寰宇之势。杨氏太极拳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为人类强身健体、治疗疾病、延年益寿、陶冶情操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杨振铎生于1926年，河北省永年县人，现任中国武术协会教练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武协副主席、山西省杨氏太极拳协会会长、国际杨氏太极拳协会董事会主席。杨振铎系杨氏太极拳创始人杨露禅之曾孙，杨氏太极拳定型人杨成普之三子，自幼随父兄习练杨氏太极拳，勤奋好学，深得杨氏太极家传，功夫纯正，为杨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在国内外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1995年当选为中国当代中华武林百杰，经常应邀至世界各地授权讲学。1986年，美国德克萨斯州圣东克里奥市授予他荣誉市长称号。
同年获美国特洛伊市长赠送该市的金钥匙，深受国内外太极拳爱好者的欢迎。主要著作有《杨氏太极拳剑刀》《中国杨氏太极太极名师经典及录像光盘》等，为弘扬太极拳做出了突出贡献。是两人搭手互相缠绕，运用太极拳运劲如蚕丝的独特锻炼方法，根据粘连粘随、不丢不顶、无过不及、随屈就伸的原则，运用棚捋挤按、踩裂肘靠八种方法和劲别来练习全身皮肤触觉和内体感觉的灵敏性，发挥引劲落空、乘势借力、以轻制重的技巧，掌握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比不动挤不动，比微动挤先动的战略战术，牵动对方重心，在时间和力点最为恰当的时机，则又以重击轻、以实破虚的将劲发了出去。这种竞技运动既能训练力量和耐力，也能训练灵敏、技巧和速度等身体素质，因此成为男女老少人人可练的一种武术运动了。大家好，今天呢，由我呢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呢杨氏太极拳的推手的基本方法。首先呢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呢杨军，是杨成甫宗师的曾孙，我的祖父呢是杨振铎，利用这一段机会呢，给大家呢把杨氏太极拳的这个推手呢跟大家呢介绍一下。首先呢，介绍一下呢太极拳当中的理论，推手当中的一些理论。首先呢，太极拳是一种武术项目，它
它讲求了攻防的内容，而且太极拳呢是孕育了深厚的中国文化的一种武术项目。在与敌对峙当中呢，它讲求知己知彼。通常我们讲呢，在你练习拳的过程当中呢，是知己过程。和对手呢，交手过程当中呢，是知彼过程。只有呢知己知彼，你才能够呢百战不殆。能够知己知彼呢，首先呢要通过一些方法呢去了解自己，了解对方。我们说呢，拳呢是一个基础，首先呢要在功力功法上呢有一定的这个基础，从拳当中呢得到了训练。推手呢和对方呢接触呢，就需要呢有一定的这个方法。从太极拳的这个理论来讲，我们想的是以柔克刚，刚柔呢相济。怎么样能够呢以柔克刚呢？和对方呢不去这个硬顶，硬拉硬转，以硬呢碰硬呢，这样呢就是有一些呢基本的方法。首先呢说，在方法当中，我们第一步呢要做到了是听劲儿。怎么样去听劲儿呢？听劲儿呢就是通过呢和对方的肢体的接触，哎，去感受对方的虚与实，阴与阳，进与退。了解了对方的进退，虚实以后呢，你才能够呢知道了怎么样呢去应变。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步了。要去呢这个懂劲儿，要懂得了如何去应变。懂得了如何应变以后呢，那么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了以后呢，对方来了你知道了如何化解，对方呢进了以后呢，你知道了如何呢用这个弧形呢旋转呢去借力来打力。这儿呢就是一个懂劲的过程。通过长时间的练习了以后呢，逐渐呢你就能够呢达到一种神明，也就是说呢不再需要这个思维呢去想它，身体呢自然而然呢就明白。通过对方的一动一变，你就能够了解了对方呢是要进还是要退，是左来还是右来，是横进还是竖进。通过了这些方法呢，长时间的练习呢，一步一步了逐渐了达到了这个神明的地步。在我们听劲过程当中呢，又有一些呢基本的这个要领和方法。怎么样能够和对方呢听劲呢？首先呢你要和对方呢有一个接触。怎么样能够和对方接触呢？我们说了是通过了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呢，我们就说呢是粘、黏、连、随四个字诀。通过呢粘呢黏了对方呢，你才能够呢了解到对方的阴与阳、虚与实。没有接触了，你就呢不能呢了解对方的虚实，同样呢也不能够呢影响了对方的虚实。我们在和对方接触的时候呢，很重要了，要有这个听劲儿。听劲儿的水平的程度的高低呢，决定了你将来呢对这个技法的运用的灵活性，和借力的这个适度性。这儿呢，我做一个比喻，比如说呢，当我们在这对方呢。推手推过来的时候了，哎，一手了搭过来的时候了，首先呢我们讲求呢你先要和对方呢有一个接触。这个接触呢，哎，如果你呢有了这个粘黏以后呢，你可以用了旁进了，哎，让对方呢不能够了找到你自己的重心。哎，我们说了粘了是有一个听的过程。哎，对方呢走，哎，走了他是往前了是往后了，哎，你都从这个听劲当中呢就可以明白过来。在我们运用当中推手的练习过程当中呢，所有了拳当中的这些呢用法了，哎，它都可以运用。比如说了，哎，你看了野马分鬃，哎，从这儿呢也可以做。哎，你比如说了，推手当中呢，我们拳量练的这个，哎，
哎，膀胫这儿也有，哎，拳当中的捋，哎，这儿也有，膨捋挤按这些了，技法了，它都可以了，哎，练习，比如说从这儿呢，挤，这儿呢也是一个挤，哎，按也是按，啊，拳当中了所有的基本动作，你看对方来了以后呢，你看，哎，从这儿，膨，按，从这儿，哎，白鹤亮翅。都是了这个拳当中的一些了基本的这个动作，在推手当中了如何来运用。从这儿呢您又看了搬篮锤，从这儿看对方的劲儿一翻过来以后，看翻碗搬正手了，哎，从这儿了拳当中呢是锤，在这儿呢我们就做了就是一个按，所有这些拳当中的这些动作了，我们都可以在呢推手的练习当中了可以得到运用。如何能够运用了，你就要通过了听劲儿、粘劲儿和对方呢连接在一起以后呢，了解对方、控制对方，没有粘连了，实际上呢你也就没有控制。我们说呢粘呢，一方面呢是了解对方，另一方面呢也是呢控制对方。通过这个粘劲儿呢，比如说是我们哎和对方接触了，你光有接触了没有控制呢也不行啊。当对方呢来了以后呢，你有这个粘劲儿呢，你看把对方呢就引到一个侧面去，哎，引开到了侧面，这样呢我们就说是粘劲儿，把对方呢哎粘开了，哎，只有把对方的劲儿呢粘到侧面了，你才能够保持了重心平稳，哎，这样呢就是一个推手呢太极拳技击当中的一些呢基本的这些方法。所以要了解对方的虚实阴与阳，在推手当中呢，我们身法上的要求了，我们一般来说了，要求了下肢呢要稳固，要想呢下肢稳固呢，它讲求身法当中呢上身呢要轻灵，中盘呢要灵活，下肢呢要稳固，上肢和余低接触了，臂了过沉过重。过程过重以后呢，下肢呢就不能够稳固了，所以做的当中呢还应当呢注意了和对方接触的时候这个粘连程度呢到底呢是多沉多重。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这个喜好，但是呢不要呢影响自己的身法的灵活性。理论上呢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些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呢细讲呢它有很多但是呢时间关系呢我们粗略了大概来说一下。下面呢介绍一下呢杨氏泰拳的这个推手。从各门各派的推手当中呢，无外乎呢分的两大类，一个呢叫定步推手，另一个呢就叫活步推手。从杨氏来说呢定步包括呢定步单推手、双推手，活步推手呢包括呢顺步推手、套步推手，以及最后呢是大捋。五种推手呢实际上呢是循序渐进的，一步一步的往上走。只有你呢一步呢做得完整以后呢才能进行了下一步，一环呢和一环呢是扣在一起的，而不能呢越级而走。首先来说呢，当你定步以后呢粘连呢相对来说呢就容易做一些，当你动起步来以后呢这个粘连呢就难做一些，因为对方呢不断在步伐变换，你应该和对方呢接触了不能丢开又不能顶，这样呢活步的时候呢就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一定呢在定步当中呢打好一定的基础以后呢，然后呢再走到这个活步上。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呢定步推手。直立，哎，我们都是呢以左脚呢在后，右脚在前，所以呢左脚呢先打开了45度，右脚呢直前呢慢出去，两手呢和对方呢搭出。怎么样搭呢？一般来说了，我们接触的点呢是接触在了手腕上，而不能呢是接触在了手掌上，所以注意了是手腕相搭。而且在预备式当中呢应该注意了，您的重心呢不完完全全在后头，也不完完全在前头，哎，
介于了两者之间，而且呢搭的这个点呢也在呢两者之间，不能呢过于在一侧，过于在呢对方自己一侧和对方一侧，在呢两者之间。当搭在手上的时候呢，您就应该注意了粘黏连随，哎，而且呢应该呢哎把思想意识呢放松啊，要注意了，现在是练习了执笔的过程，不能了以己为主。所以说你在走的过程当中，首先呢你看了，哎，对方走了，哎，能不能和你呢和对方呢连在一起，哎，和对方呢粘在一起，不能说是对方往后了，对方往后了我也往后，那么就分开了，对方往前了我也往前，两个人呢又顶起来了，顶了以后呢我们说了不易顶不易丢，顶，哎，两个劲儿顶在一起，顶在一起以后呢上身了就沉了，上身沉了以后呢你顶的劲儿再大点，你这个脚底下呢它就不稳固了，所以呢一定呢上身了不能和对方顶，哎，而应该呢是松柔，哎，这个松呢不是完完全全的软，哎，和对方呢还有这个接触，哎，这样呢只有你有了接触以后呢，当对方的劲呢，哎，正的推过来以后呢，哎，你才能够呢，哎，把对方呢领走，完完全全的空的呢，那么对方呢就进来了，所以做的时候呢不能顶，哎，而且呢也不能呢是完完全全的空，那丢可不可以？也不可以，一旦对和对方呢丢开了以后呢，你就不明白对方的虚和实，你不明白对方的虚和实，你也不能影响对方的虚和实。只有你搭了手以后呢，他对方呢，比如说是你想按我，两个人想按我，哎，只有我和对方接触了，哎，我粘住对方了，你想找我的重心呢，他就不容易找，因为我在影响对方的虚实，哎，对方呢这儿了想要按了，哎，我这儿了给他了实，这儿呢就给他虚，不给他这个实，哎，这儿呢他转过来了，那么这边呢又是实，哎，虚实了不断的在变化了，使对方呢你找不到了自己的重心，哎，只有你和对方呢有了这个接触了，你才能够了控制对方，所以说呢也不能了和对方呢丢开，粘在一起，不丢，不丢，哎，这样呢是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在做单推手的时候呢，第一次搭手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注意这一点，哎，对方呢不管走到哪里了，你都可以跟着对方走，哎，不能呢顶对方，也不能呢丢对方，哎，从这儿呢预备式做好以后，下面呢我基本上做的单推手呢，一般来说呢是先开始的是平原，哎，平原怎么做呢？基本的手法，一按一捧，哎，我们看怎么走。当你可以领开对方的时候呢，你看这儿可以领开对方的时候呢，哎，我们从这儿走了，哎，领。从这儿呢往前走的时候，重心前移了，这儿呢我就是做的按，哎，重心呢回移呢，这儿呢是做的是捧。往前走呢是按，往回来呢，这儿呢就是一个捧手。这个圆弧呢，我们两个接触点呢，哎，在身前呢换一个呢大的圆弧，哎，大的一个平圆弧。要注意一点，哎，圆弧呢要平。当你重心回移的时候呢，上身了不能后仰。在拳当中呢，我们讲了要气沉丹田，你上身一后仰了，气呢自然就提起来了，所以一定要松腰了，松垮，不能了上身后仰，哎，从这儿呢沉下气来，从这儿呢保持了立身了正直。当我们手法的变换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变呢？您变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不能顶，不能顶呢意思就是说了，对方按过来以后呢，不能了硬将对方了拨打过去，你应该是用了腰身的带动呢旋臂，哎，转，实际上呢这儿又是一个踩的手法，哎，当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一定注意了不能了弧形了向外了拨打对方，实际上呢这就变成了一个顶，而是要顺着对方的弧形了，哎，引开对方，所以你的腰身呢要向右了带的转动，哎，您再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方向，当对方呢按过来以后，你看呢这儿呢腰带的转身臂旋，哎，翻过掌来，翻过掌以后呢掌要搭在了对方的这个手腕上， OK， 然后从这儿呢弓腿呢
按的时候呢，注意了，也不宜了过于向了侧面按，按呢而是向对方的这个中心呢位置去按，哎，让对方呢有这个机会呢向侧面呢移开。您看呢，从这儿还的时候呢，你是腰身带的转过来，不要做成了向外呢拨打硬顶，而是顺着对方的劲儿呢把它带过来，哎，这么是一个手法变换的地方要注意一下。您的左手呢就注意了，自然了下垂就可以，哎，也没有必要了将手了放在背后，也没有必要了摆一个什么姿势，做呢也不是不可以，自然一些了更容易一些。这儿呢就是单推手的一个平原的方法。单推手呢主要呢是解决了和对方呢粘连的一个过程，哎，和对方呢保持了接触。 OK， 这儿呢就是单推手的方法。刚才呢我们介绍的呢是单推手的平原的一个练习方法，哎，所谓平原呢，这个弧形就是按照这个平的这个弧形来玩动。当练完平原以后呢，哎，最后呢我们还可以练习这个立圆的这个单推手，实际上呢平与立了差不多，从这儿呢我们看看怎么做。大手呢还是一致，哎，当时我们领的时候呢就不太一样了，平原的时候呢是向侧面领，现在呢我们再要领的时候呢它就向上领，哎，而是做到一个立圆了一个环弧，还是呢单推手，但是呢做呢手法了就稍有不同。比如说现在呢我做呢这儿呢就是一个按的形，哎，对方呢就是一个旁形，哎，当对方呢按的时候呢，我这儿呢又旁臂了将对方呢化开，这个手法呢在最后的实际运用当中了啊，非常的实用。比如说对方呢全击来以后了，从这儿你看这儿呢一提臂了，这儿呢就是一个旁臂的形状，旁起臂来以后了，对方一旁臂了，这儿呢这儿马上呢就有一个按形，这儿呢就是一个按臂，您从这儿按出去提按，哎，太极拳我们讲究绵绵不断，借了对方的力以后了还要给对方送回去，通过弧形了，哎，把这个进法了再送回去。所以这儿呢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练习方法。我们在这儿呢再看一下这个弧形呢分着了甲与乙，我做的手法呢和对方的手法呢还不完全一样，根据了这个弧形，现在呢我们看呢是我由上了向下的这么弧形，而对方的按了由下向上按过来的，所以这个弧形呢，哎，还可以呢倒回来翻过来走，和平原呢就不大一样了。平原的话呢，我们再回忆一下这个平原的时候呢，你只能是从这儿捧与按，按到这个方向了，右腿在前的话呢应该是呢逆时针的这个方向来转，而不能了捧往前走，按往后退，这就不对了，哎，应该是呢按往前走，捧往后退，哎，但是在立圆当中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哎，上弧的时候了从这按的时候呢是向下按，哎，对手呢他按的时候呢就是向上按，哎，从这儿呢我们又可以呢翻过来，对手呢向下，我这儿呢向上，这儿呢就是一个立圆。立圆的这个弧形呢应该注意呢也要了身体呢带着向侧面转，哎，这个弧形呢基本是在身体的这个右侧，我们练的呢现在是右腿在前，当然我们练的时候呢也可以放在呢左腿在前，两侧了啊，不断的呢倒换的在练习，保持呢左右的这个平衡，这样呢就是一个立圆的练习方法。好，下面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单推手当中的这个八字画圈啊，我们来看一下。从预备式当中呢还和前面呢是一样的，八字画呢是单臂翻臂呢，哎，从这儿呢，哎，您看了，
搭的这个镜点呢是画成一个八字的形状，仍然呢是做案的时候呢向前，做棚捋都呢向后，哎，按的时候呢向对方的重心走，画起了一个八字的圆弧。注意了，进退上身呢不宜后仰，而且呢还要注意呢腰带的转动，不能了光是呢手在这儿环，哎，您再注意了，当对方按来的时候呢，这儿呢实际上呢是一种化解的方法。当对方向正前按的时候呢，你看呢向下移，向侧面向下移，哎，从这儿呢引回来，然后呢一翻臂以后呢，这儿呢变成按形，然后从这儿呢向对方按，对方呢将你的筋，哎，向下化引，然后呢翻过臂来以后呢，变成按手，按过来的时候呢。哎，我再向下的引，这儿呢就形成了一个八字的圆弧形状。哎，弓腿坐腿，弓腿的时候呢还要注意了膝盖了，不过自己的脚尖不能呢弓得太过，哎，坐回来的时候呢注意上身了不后仰，这个就是一个八字化单推手的方法。停，再往下呢我们就介绍呢定步的双推手。双推手呢是在单推手的基础之上应用了篮，也就是呢横捋挤按组合呢做起来的一个立圆的这个圆弧形状。从传统的练习方法来说呢，我们先要求呢是四正立圆，然后呢还有平圆，也有了分开臂的画弧。但是呢从开始做的时候呢一定呢按照他的要求了，按四正手立圆来做。如何来做呢？您看我一下。首先呢预备式，预备式呢还跟呢以前一样，从这儿呢左脚呢打开斜45度，哎，您右脚呢正前呢慢出去。现在的搭臂呢就要注意的是双手呢搭臂，哎，手腕接对方的手腕，另外一只手呢搭住对方的肘，哎，两臂的搭的这个点呢仍然呢是在您和对手的之间，两者之间，不宜了过于在一侧，哎，也要注意了粘黏松柔，不能呢过于顶，哎，从这儿呢注意了松柔，哎，粘黏在一起和对方呢黏在一起，只有了舍己以后呢你才能够了从人，你不能舍己呢，你总是为自己为中心点了去做这个动作了，你就很难了和对方了连接在一起。所以从这儿做这个预备式的时候呢就应该注意了，哎，要舍己，哎，要和对方呢粘连在一块儿，和对方呢一块儿走。在立圆当中呢，首先我们说了是一个这是一个四正的立圆，有四正镜当所以您看了从这儿呢画圈以后呢，你看这儿呢棚，这是一个棚，挤挤呢和我们拳当中呢稍有区别，现在的挤呢它不在呢轴，而是在呢靠近了轴的位置，哎，这儿呢您看呢就是一个挤。再往上您看了这儿有一个捋，当然现在看不出来一个捋，但是呢用法做出来以后呢它这儿呢就是一个捋的动作。所以做的时候呢每一个劲法实际上呢都有，而不把劲呢显示出来，所以做的时候呢含义而不呢表露。所以从这儿呢您看了这儿呢就是个捋，哎，捋完以后呢从这儿呢您看了这儿就回到了岸，按棚挤
您再来看一下每一个动作的要求啊，以及呢具体的这个方法。首先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做这个捧的时候，哎，注意了，环弧了，捧了，杨氏泰拳呢讲究了动作了宽大，所以从这儿呢应该呢放开，而不能了过于小。这个弧形呢，立圆的这个弧形呢，您看一下这个立圆的弧形呢，由上到下，由左向右，哎，整个呢是一个立形的这个圆了环起来的，而不能呢失高失低啊，最后呢当然我们可以呢随心所欲去变化，但是在这个开始的画的时候呢，一定呢注意要按它的规矩走。所以捧的时候呢，您应该注意臂呢呈圆弧形状，手法呢掌的方向呢你也应该注意，应该掌心向外和向里呢，什么时候向外什么时候向里呢？一般我们说呢，以自己身体的这个中心线呢为一个界限啊，当你的手掌呢跨过自己的身体的中心线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做了捧臂形，而不做了这个按手形。当你和臂呢和身体的侧面的一致的话呢，您就做了按手形，交叉以后呢它就做了捧臂形，分开呢它就是按臂形。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从这儿呢，您看呢，这儿呢和身体中心线交叉呢，这儿呢就是捧臂，哎，摆在侧面以后了，这儿呢也和身体中心交叉呢，它就是了捧臂形状，哎，翻过来了，您看了这儿呢就应该注意了，是按手形状，现在呢和身体的侧面呢是一致的，所以它这儿呢就变成了一个按形，哎，从这儿呢你看和身体呢两侧都是一致的，它就是按臂形，一旦交叉以后了，它这儿呢就是一个捧臂形，现在呢是按形，但是呢一旦交叉以后呢，它就变成了这个捧臂形。所以做的时候呢，手法呢一定要清楚，什么地方呢转换呢，一般说了我们在身体的中心线的附近了开始做转换手法。您看呢，现在由按逐渐了它就变捧，和对手呢一块变，哎，如果回来的时候呢，你看呢又变成了这个按手形，翻过来的时候呢，哎，它这儿呢就变成了这个捧形。手法呢一般呢是在自己身体的中心线的位置来变换，你看从这儿呢，哎，一跨中心线了，这儿呢就变了捧了，回来了它就是手心向外，一过中心线了，它这儿呢手心呢就向里。所以手法呢注意呢做清楚。四个进法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啊，捧臂伸圆 OK，臂呢还要搭在了对方的这个肘腕上，手肘上。下面呢，做挤的时候呢，提起臂，您的左手呢搭住了接近自己肘的位置，不要了在肘腕之间，因为呢这儿呢要和对方呢手接触，要倒手，所以从这儿呢不能了过于靠中心，靠肘一些。从这儿呢弧形呢还是继续向下，哎，当和对方呢接触以后呢，您看了翻了臂，这样呢左臂呢实际上现在呢也是先做的一个捧形，和对方搭呢也是腕肘搭的自己的腕与肘，捧起臂来以后，从这儿呢右手呢从这儿呢下环，哎，这儿呢要注意一下，下环以后呢要用自己的小臂搭住了对方的肘，而不能呢用手呢去拖对方的肘，尽量呢用小臂拖对方的肘，用小臂拖了以后呢，这儿呢您就自然呢能够接触了对方的手，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呢接触到对方的这个手掌上，所以近点呢始终尽量保持在呢一腕一肘上，而不能呢来回了乱画 OK， 基本上来说呢近点呢都是呢控制在对方的这个关节上不能了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不放在这个中心上侧面上，尽量放在这个关节的位置上。所以当您做这个捋的时候，我们换一下方向还按刚才那个这个弧形当做捋的时候呢，您应该注意了要用了小臂去搭，尽量了不要用手掌，小臂搭了以后呢，您看从这儿呢滚翻过来以后呢，它自然了就接住了对方的
手腕上，哎，这儿呢就变成了一个按。按完以后呢，由侧面环弧，哎，做起了膨膨挤捋按。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方向上啊，从开始预备式，您看侧面引膨挤捋，注意小臂了搭对方的肘按。下面我们再说这个进退，当你做膨的时候呢，重心呢开始了前移，挤的时候呢腿呢就要弓出去，捋的时候呢重心呢就要后移，按的时候呢重心呢是坐回来的。注意了，不要了直接按出去啊，不要了直接向对方呢挤出去。现在的劲呢都是含而不露，而不能呢表现出来，一旦表现出来了，用法呢就已经就体现了。现在呢只是一个呢坐，哎，含有这个意，但是呢并不能了把劲呢显练出来，一旦显练出来了，你这个圈呢就不能继续往下画啊，那么就开始了用法了。所以我们做当中呢你该注意看这儿，哎，膨挤挤呢，而不是完完全全向对方挤去，而是一个弧形的这个挤。哎，意呢还是在这儿呢，要完成这个圈，让这个劲呢绵绵不断的走。捋呢不是完完全全的往后走，而是一个弧形啊。你看了，哎，由上向下的这么走。哎，按呢坐回来以后呢，臂呢不要往外伸，臂呢不要往外伸，哎，而是呢，哎，伸在呢。还是保持在了身前，不要了伸出去，保持在身前，哎，用法了不要用出来。哎，再看膨挤，哎，弧形了由上向下，捋由下了向上按，再由上呢坐到下方。哎，再看膨挤捋，下面我们注意进退，膨往前挤弓出去腿，捋往回坐按坐回来，膨往前进挤挤出去，捋往回坐按坐回来。哎，这儿呢就是进退。下面我们连贯的做一下呢，您看一下弧形呢是立圆的，身法呢注意了重心呢平稳，上身呢不宜后仰，注意手法的变化。哎，臂过了中心线，掌心向里，过了中心线了，掌心向里，在中心线另一侧了，掌心呢就向外，过了中心线了，掌心了就向里。哎，还要注意了，哎，比如说了这儿呢要注意沉肩垂肘，哎，而不能了悬臂坐起，哎，从这儿呢沉肩垂肘，注意臂呢过了中心线了它就翻过来，这儿呢就是定步了双推手的一个基本方法。现在呢我们只是做了一面啊，等会儿呢我们再看看呢怎么样翻过来它。刚才呢我们做了一下呢是双推手的立圆环弧啊，但是呢画的方向呢只是做了一个方向啊，现在呢我们看一下呢如何呢来转换这个方向啊。方向上来说呢，我们有顺时针、逆时针啊，这个区别。哎，您看呢，现在我画的这个圈的方向呢，在我这一侧呢是逆时针的方向来转化。哎，画出了这么一个立圆。再往下呢，您看了我们怎么样呢？把这个圈的方向呢倒回来呢？您看呢，现在我们又画呢，现在是。我这一侧呢是顺时针，那对手那一侧呢就变成了
逆时针的这个方向。怎么样去转换这个方向呢？现在呢您看一下啊，比如说是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我在这个逆时针的方向，当我们需要转换的时候呢，当然方法很多，这里呢我只介绍了一个基本的方法。当我们接近身体的中心线的时候，当你做这个蓬臂的时候呢，哎，逐渐了不往下了，把方向呢就可以直接呢倒回来，一样在这一侧呢，当对方呢做蓬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按手型呢停住对方，哎，从这儿呢把方向呢倒回来，倒回来以后呢，应该注意呢，谁做挤呢，谁应该呢是向前进，哎，做捋按呢向后退，哎，方向呢倒过来以后，谁做挤，哎，谁往前进，谁做按呢，保持呢坐在后腿上。再看，翻过来，倒的时候呢，应该在身体呢大概的中心线的这个位置呢逐渐来倒，而不能了突然停止，哎，注意了，要让对方呢感觉到了你要变换方向，你要呢逐渐的加力，哎，让对方呢感觉到有了阻力以后呢，不去顶你以后，然后呢方向呢再做变化，这是一个变换方向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当然到后来以后呢，当你圈的画的纯熟以后，那么这个方向变的时候呢，就从任何方向了，你看了它都可以变出来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已经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变化了。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您做的时候呢，就把它呢坐在了身体上方，哎，从这儿呢中心线的位置逐渐的去变化，哎，逐渐把方向呢转过来，这么就可以了。两侧的圈呢它基本上是一致的，哎，你看了，哎，左侧的右侧的右侧左侧呢它都是呢一样的方法。从这儿呢一看也是呢蓬挤捋按，蓬挤捋按，蓬挤捋按，哎，所谓我们有不同的方向呢，是根据了用法了不同的需要了，哎，您需要了不同的方向的圈去做啊。当我们不画了这个两个方向的这个力源以后呢，下面呢我们就需要和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圈的方法了来混合起来，因为和对方接手以后呢，不可能了总是这个力圈有的时候平，有的时候是侧，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平圆呢画完以后呢，下一步了我们需要练习的时候呢，它就是呢平圆倒成了这个力圆呢倒成这个平圆的话，哎，现在呢就是双臂的平裸圆，怎么样呢？倒过来呢？哎，您看一下，太极拳呢？我们讲求了绵绵不断不管你是由前向后，或者由后向前了，它通常都不是呢直来直去，哎，想要了变换方向了，就像我们滑冰那个弧线一样，想把弧线转过来呢，那方向转过来了，一定呢有一个小弧形了，哎，把劲儿了方向了变换过来。所以呢，当你在原来由后向前的时候呢，一定注意了，不能了直向后直向前，而是呢一个弧形了，哎，再把劲呢送回去，所以进了你就会有了绵绵不断的感觉，而不有了不能有这个断劲的感觉，断了以后呢你就不能了借对方的势，哎，我们说呢太极拳呢太极理论当中呢阴阳的关系呢有三个关系，第一呢阴阳呢相互的依存，哎，阴阳呢不能分开，两者呢必须呢同时存在，第二个就是阴阳呢相互的对立，阴可以克阳，阳呢也克阴。第三个呢，那么就讲求呢，这个
阴阳呢是相互转换。我们在推手当中呢，实际上呢不断地运用这三个关系啊，比如说了，你前完了以后呢，哎，它就是向后；后完了以后呢，它就是向前。哎，你从这儿呢，左完以后呢，它一定呢是向右；右完以后呢，它一定是左；上完以后呢，它下步呢一定是走下；哎，下完了以后呢，它一定呢是走上；哎，上下前后呢，它总是呢依照了一个阴到阳，阳到阴，攻与防，防与攻，而不能呢是攻攻攻直接往前攻。攻完以后呢，你下一步呢一定呢，哎，前进完了以后呢要有一个化进，不能呢总是发，发完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化，化完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发。现在呢，我们做的这个推手当中呢是不断的在体现阴阳的这三个关系，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您应该注意，我们在这个画圈的时候呢，要注意引过来的这个圈呢，不能呢直来直去，哎，这儿和对方了就顶了劲儿，而是呢把对方的劲儿呢顺开以后呢，画一个圆弧了带回去。这个弧形呢，其实呢和我们做的单推手的这个单臂圆呢，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时候呢，单臂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呢没有用法的运用，现在的双臂推手呢就有了用法了，所以你应该注意了，要护住对方的肘，不能让对方的肘呢，哎，击到自己。所以对方的肘呢接近的时候呢，一定注意了，手掌呢去搭住对方的肘，哎，护住对方的肘，把对方呢引开。按的时候呢，一样，两个臂搭了以后呢，这儿呢按呢，它就是呢双臂去按，哎，而不是呢单臂去按，所以这儿呢是一个双臂平圆的一个画法。怎么样呢去转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我是逆时针方向画的时候，您可以从对方的脊当中，对方脊呢本身它的臂呢就是向前，所以呢顺势呢把对方带出来，哎，然后呢环弧了按回去，这个平原了，哎，就画出来了。当对方呢，当你画圈的时候呢，是在呢，顺时针的方向。那么怎么变换成平原呢？现在您变的时候呢，就从了捋当中，您看了，当我做捋的时候，哎，我下面呢，不捧起左臂来了，不捧起右臂来了，而是呢。把对方的肘了带起来，带平了对方的右臂以后呢，哎，向回移，这儿呢就又变成了这个平原了。这两个方法呢基本上呢就概括了你不同的这个圈的方向了，如何了变换了由立圆到平圆。当我现在是顺时针的时候，您看了，我就可以走捋带过来。当我现在呢是在呢逆时针的方向的时候呢，您看了，我就从对方的脊，哎，带过来，哎，这儿呢就是两个方法，怎么样由平原再变回立圆呢？您看了，一般的方法了，我们从这儿可以做了。当对方按过来的时候呢，你向上捧臂，这儿呢就又回到了双臂的立圆环弧上，哎，这儿的是一个方法。当对方按过来以后，您看了，向上了旁臂，这儿呢就变回了立圆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从这儿呢，您按的时候了，如果您按了不想要往做这个平圆了，想要做这个立圆了，你按的方向了往上按呢，它也能呢变回了立圆。哎，这儿呢就是一个平圆立圆之间的转化。 OK